Hi University。Hello， 早上好，老师们好，我是2023级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新生。尹浩宇，今天要去报道，然后准备了非常多的就是文件和护照啊、录取通知书啊，我心呐、我脑子啊。然后跟你们说一下，就是我师哥和老师们，尤其是老师们，就是一直在跟我说，就是我要准备什么东西啊，然后就是咱们纪念到啊之类的。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学生都是一号去报到的，然后咱们是二号去报到，所以今年其实人不多。因为我昨天是从泰国飞过来，所以没来得及去报到。然后今天报完就会去海淀校区练习一个朗诵，因为会有四个代表去朗诵一个歌，叫做《点亮电影这盏灯》。然后就是昨天晚上我练到凌晨3点，一直在就是翻译和背下来这些稿子，然后今天就去学习了。蓟门烟树，淮山柔水，在这梦开始的地方，跨越山海，随心所向，爱电影的人终于在此汇合，是我们所盼望的知识机遇和挑战。点亮电影这盏灯，就在此刻。鼓掌。咱们就说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下，就是学校是怎么样。一会儿见，拜拜。接下来有请二三级北电新生尹浩宇闪亮登场。唐氏表演法则第一条，那个份儿，他再来，哇，不行，再来一个。你觉得尹浩宇演的怎么样？这孩子还行。这个也 OK。都想买。现在就是刚刚在海淀校区做完了报到的手续，现在要去怀柔校区排练我们的这个6号的一个朗诵。OK， 一会儿见，拜拜。现在，电影是你我胸膛里渐渐燃起的鲜活。向您报道，北京电影学院何其有幸，我们再次相聚。现在，电影是你我胸膛里渐渐燃起的心。人生的序章始于这个初秋。好，停，中间所有的都跳过。出发，走，出发，不负韶华。来一遍完整版吧。序章始于这个初秋。出发，不负韶华。Nice.After several days. Hello， 早好，我们现在就是在买家具的地方，这里太多人了，就是好多人，是非常非常多人。然后不是说我要搬家，但是我要买一个床单放在我宿舍里。看看我都淘了哪些好物吧。我买了一个，就是这个床单的这个灰色，这个跟我家是一样的，
现在还需要买一个被子。我希望我今天不用买太多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很麻烦。OK， 找到了。我觉得就是要找一个薄一点的被子，因为我喜欢就是把那个空调，放到就是差不多18-19度，就非常冷的那种。看到了一个枕头，应该可以。其实我喜欢就是睡的就是高一点的，这样应该还行。先拿着吧。买一个这个，就是它能放 USB 啊，然后能放电脑，都可以放在一起。就是我买了两个，一个可以放在家，一个可以放在宿舍，哈哈。然后再买一个这个，如果是说就是在那边洗澡的话，就可以把一些东西放在这里边。一个这个发财树，一个这个。我希望我今天不用买太多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很麻烦，很麻烦。希望大家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，可以红红火火，可以恭喜发财。Cheers！ 那就买完上车去学校，到学校了，然后东西都在这里，然后现在我们去我宿舍，然后就把东西放在宿舍，然后一会儿可能还要就是想一想我那个小品要怎么弄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是办完所谓的手续了，然后现在去看一下我的房子啊。Hello，OK，、okay, 我们现在就是到了宿舍，然后呢，今天我那个室友不在，阿姨刚帮我把床单、床啥的，就是都弄上去。但是我自己的刚买的那些，就是我先洗一下。过的时候，我吃完饭就可以回到房间睡觉。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一个餐厅，然后就是吃之前呢，因为我是就是来的比较快一点，所以我来 City Walk 一下，就是走一走，因为这边有一个河，然后就很好看，大家可以看，就是这个河非常好看。然后那边还有灯之类的，然后这里可以走一走，就很好看。我第一天上课，然后老师让我讲故事，老师跟我说，浩宇，你讲太多然后了，然后就说别说这么多然后，然后我就一紧张了，我就不知道应该说啥。那么就是大家知道一些就是那种连贯词，然后帮我放一下在下面，我去背一下，因为我确实说好多然后。哎，学校介绍完了啦，接下来给你们看看我没脑子的吃吃喝喝吧。今天来吃一个烤鸭，今天心情非常好，所以就是有啥放啥。好，应该是想全部冲泡啊。我真觉得就是我太专业了，就感觉就是我天天就是在做的，我太专业了，就是没有，我没看过就是有人拌这个炸酱面拌的这么好，你看这么均匀，就所有的材料都在旁边，有点佩服我。有点实习吧。今天来吃一个这个，它这个是烤鸭，
和这白色是什么？烤鸭。哦，就是烤鸭的，就是鸭皮，然后馒头和咖喱儿。鱼子酱。鱼子酱，来试一下。好吃。